树林藏着许多秘密，你有五秒可以找青蛙。这简单，在这边。有只狮子在这儿某处自由狂奔，你看得到吗？耶，我就知道在那边。多数人找不到这张图的老鹰，看看你是否为其中之一。你不该在天上找，它就在石头上。越来越复杂了，这里肯定有只螃蟹，我却看不到。哦，在这里，藏在沙子里。变色龙是调试环境的专家，所以这个蛮棘手的。干得好，你找到了。这是新任务，所有符号后面都藏了动物，你全都指得出来吗？我听得到狮吼。那这一个呢？对，是只兔子。继续到下一集。多可爱的河马，这个看起来隐约熟悉。啊，是大猩猩。那这一个呢？我知道，是松鼠。换上众家王者，希望你搞得清楚。是只猫熊，秘密是把影像缩小或是摇摇头，东西就会更明显。准备好再来扮侦探吗？一位富豪在找他失踪的马，你能帮他吗？哇，他怎么到那边去的？这座植物园里有一只罕见的蝴蝶，你会是最先找到的人吗？耶，你可以跟每个人说你看到自然奇迹了。一只小鸟掉出鸟巢，请尽快帮忙找它。做得好，你救下了那一只鸟。有只猫熊决定假装成企鹅，它做得不错，来看看你是否能做得更好，把它找出来。在那边，你肯定眼光很锐利。小心，这里藏着一尾蛇。你能留意着它，这种感觉比较好，对吧？有一家熊在找儿子，它跑往这个方向，你有看到吗？我想问他是怎么到那边的，但我不说熊语。来看你认得出几种动物的影子，这是第一个。没错，是只河马。那这个呢？我觉得你知道这是猫熊，是吧？下一个有点棘手。是只大猩猩，我就知道。我想我在哪儿看过这家伙。
你无法把它的笑声跟别人的搞错，是猎狗。还有一个影子来了，对，就是万兽之王本尊。继续，你的新任务是用特写照来辨别动物。这可爱的小耳朵肯定属于。狐狸，中。这眼睛直盯进你的灵魂，你认得出它的主人吗？是一只青蛙。我想拍着鼻子，但希望这不是什么危险动物。耶，是只海豹。这家伙看来蓬松，你猜得出是什么吗？是只小羊。这是个有趣的图案，我们应该认识它主人。是一只蝴蝶，你有猜到吗？我开始饿了，我要吃根香蕉。哦，人家说箱子里有一尾蛇，你有看到吗？谢谢你找出来，我现在能享受零食了。一只猫熊进了浣熊营区，为了找出所有秘密，请帮浣熊守密。对，猫熊就在那儿。人家说有只狼太靠近不知情的羊，只有你救得了他们。我代表全世界的羊感谢你。哎呦，那只狼肯定转移到猴子这里了，它也不属于这里。有了，希望它不会再不乖。有只聪明绝顶的鹦鹉从家里逃脱，要去见识世界，不过它可能需要协助。在这边，有些动物拥有出乎意料的小秘密，看来山猫一家出门采购带回一把电熨斗，你能找出来并放回店里去吗？各位抱歉，反正你们没衣服要烫。这只老虎决定它需要一些枕头才能睡得更舒服，但你更有需要，去要回来吧。耶，你又可以好好睡了。猴子想健身，但从没搞清楚怎么用哑铃，请拿回健身房。在这里，这只猫肯定不需要转转标，但你可以用来释放压力，5秒内找出来。太棒了，就知道会在草里。接下来的影像不如表面上简单，你的任务是找出所有隐藏的意义。我能清楚看到一只骆驼，就这样了，来看你的视力是否锐利点。若你仔细看并改变角度，也会在骆驼里看到一位贤者。那这一个呢？对你来说只是熊吗？看来他跟眼前一幅影像藏着相同的秘密，是男人的人像。多可爱的企鹅，不知道他有没有第二性格。什
上下颠倒就变成长颈鹿了。逻辑相同，不过这一次请别翻过去，依旧要猜第二种隐藏动物。这只天鹅也是大象替身，证明你能有志竟成。那这只羊呢？一样，仔细看，我深信你在里面找得到其他动物的特征。是一只缸里水的可爱小海豹。你在影像中先看到的东西，大大透露你的性格，别想过头，顺着你的第一印象。假如是两只海马，你风趣又俏皮，总是能让其他人露出笑容。你乐观，总是看到任何状况的优点，这协助你轻松克服万难。如果是蝴蝶，你拥有艺术之魂，你偏好观察而非冲动行事，你从听取他人的故事得到启发，在大自然中最自在，你需要借由艺术大声表达自我。你在这张图里看到什么？若你先看到两只猴子，你的个性很好相处，你用尽方法避免冲突，不论如何都宁可同意对方，也不去证明自己正确。假如你在影像中看到山羊，你是个老顽固，当你觉得自己是正确的时候，就没有人能说服你。你喜欢给别人建议，也喜欢事后表明对方早该听你的，有时也试着放软一些，你可能会喜欢这样。那这个呢？如果你觉得是猫头鹰，舞台是你的天然栖地，你或许会唱歌、跳舞、演戏或讲大家喜欢的有趣故事。若你在一大群人中间，却无法得到所有人的注意力，你会觉得无聊和沮丧。假如你清楚看到两只猪，你倾向远离注目焦点，你也有创意，只是用你个人默默的方式在做。你不喜欢跟别人分享太多个人讯息，你乐于帮助想成为焦点的人，只不过是从幕后。你觉得这个影像是什么？如果显然是两只大象，你有爱又关怀，而且总是先考量他人。当你觉得至亲好友难过，你要做到让他们好过才能罢休。你非常会倾听并尊重他人的秘密。假如对你来说是蛇，你很早熟，你要先认识一阵子后才会让人靠近。你总是倾听与支持，却难得跟任何人分享自己的事，你也会提供优秀的建议。还有一个来了。先看到一只落马的人，你在做重要决定前总是犹疑不定。你在脑海中走过许多可能的情境，而且人生常有遗憾，放轻松点儿。那些先看到两只松鼠的人，你生活速度快并掌握当下，你绝不会想过头，而且你知道失败有时候是最优最好笑的故事。